花莲县亲子行动教育协会自1908年成立以来，积极举办亲子活动，让小朋友和家长有一个所在能促进互动，也让庄脚的囡仔能互相陪伴。这次在未了回归期间举办套圈圈的活动，让小朋友耍游戏，将家己的翁仔带回去厝，现场大人囡仔拢耍了非常的欢喜。拉着你就这样子过去，然后他套到他喜欢的，把他这个娃娃跟书本带着。工作人员说明安怎耍游戏，把红仔扎登去厝了后，小朋友就赶紧将家己家己的红仔套好条，都惊慢一步扣别人先提走。这个活动就叫做亲子套圈圈。我拿到8只玩具，我觉得很好玩。下次有这个活动，我还要来参加。这活动真的是给我们小孩子，就是我们乡下地方，真的很方便呐。那现在又疫情的关系，没有地方可出去了。这里又是空旷的场地，蛮适合这边参观的。这个套圈圈的活动是由花莲县亲子行动教育协会所举办的，主要目的希望透过游戏的方式，除了增加亲子的互动以外，也让小朋友走出校外，而且这些书红仔都是家长赞助，免费提供给大家阅读。我们利用游戏的方式增加亲子同乐感，提升家庭教育，增进亲子的交流，期许协会能够为云林县这边亲子多尽一份心力。其实我们的玩具都是从一些有心的家长来支持我们的协会，他们看到我们协会从草创时期非常的辛苦，然后在办活动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愿意提供他们家里的一些玩具啊、书籍，来让我们的活动可以完整的延续下去。目前的话，娃娃我们看至少有100只以上，对，那故事书的话也有50本差不多。特别了解的活动较少，有带囡仔的家长会当带囡仔去佚佗的所在嘛有限。透过这个活动，买当互增卡囡仔互相陪伴，大家嘛拢耍甲真欢喜。有一台车车，还有挖土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还有一本书？对，喜不喜欢？你说喜不喜欢啊？喜欢。我觉得这可以给孩子一个就是假日活动的空间。然后也让他可以跟其他小朋友做接触，然后认识到更多的人，这样子其实还蛮有意义的。花莲县亲子行动教育协会自1908年成立以来，积极举办亲子活动，希望让花莲在地家长有更好的亲子互动，也为地方带来活泼热闹的气氛。记者陈桂珠差不多。